主料：南瓜500克，白糖、糯米粉、南瓜去皮去籽，然后切小块，蒸15到20分钟，趁热捣碎，加入白糖，再加入糯米粉，揉成面团，再捏成一个个的放入油里炸，或者电饼铛里面煎都行。我用了电饼铛，等信号提示好了，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趁热把蒸好的南瓜捣碎，若是加入糯米粉太多太干了，可以加入适量的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